嘞？就是嘞，看到周围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拿雨伞，就只有我们拿雨伞的。他们真的是很 steady 哦，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哦。我们没有包头。他们讲，他们，然后我们还是叫我们三点准时来哦，结果现在时间是3:40。不要不要。然后嘞，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到，所以嘞，我们都不能几点开始开工。然后他讲下雨还要做，嗯，感觉会下很大很大雨。看一下天空，看一下天空。我又要下雨了，快回家。OK， 大概时间是4点的时候嘞，那个车终于到达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下个东西工作。然后嘞，也可以看到嘞，外面都站着很多很多人，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免费的电话。然后我的工作除了是一个 promoter， 也是我是一个 videographer， 然后我还要帮这个 MC 拍这种 video， 就是 marketing 的啦，是不是？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就是为了得到那免费的电话。OK， 就刚好那个管道呢，就本天都在下雨，然后我还在外面淋雨，还在那边工作。然后里面这个车里面呢，就很多人，然后因为空间很小。我终于吃饭了，但是很夜的时候才可以吃饭。你看啊，这个晚上的时间还是很多人排队。后来12点了，然后我们才收拾，然后可以回家了。这两个马来人呢，就是也是朋友的啦。讲，谢谢。